世界十二强棒球赛预赛四组赛程图，世界棒垒总会提供记者欧建志综合报道。2019世界十二强棒球赛预赛在11月开打，世界棒垒总会在4月12日宣布 A 组 B 组赛程，15日在韩国宣布四组赛事，韩国先后出战澳洲、加拿大及古巴。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将在11月日进行，分别在台湾、韩国、墨西哥三地进行预赛，分组前二名将前往东京进行最终决赛，此赛事也是2020东京奥运资格赛，亚太区中华、韩国、澳洲取晋级六强牌名最佳球队晋级奥运，美洲区球队也是取最佳名次取得奥运门票。请继续往下阅读，中华队与日本、多黎各、委内瑞拉四队同在预赛 B 组，在台湾比赛，韩国与古巴、澳洲、加拿大同为四组，在韩国举行。 A 组是美国、墨西哥、荷兰与多明尼加，在墨西哥举行。世界十二强棒球赛预赛 B 组赛程图，世界棒垒总会提供。世界棒垒总会在12日宣布 A 组、B 组赛程，15日在韩国宣布四组赛事，地点都在首尔高尺巨蛋举行。11月6日加拿大对古巴，澳洲战韩国，11月7日澳洲战古巴，韩国战加拿大，11月8日加拿大对澳洲，古巴对韩国。 B 组赛程如下，11月5日委内瑞拉战日本，下午6点在桃园，多黎各战中华，下午6点30分在台中州。翌日多黎各战日本，下午6点在桃园，中华战委内瑞拉，下午6点30分在台中洲。际月7日委内瑞拉战多黎各，中午12点在台中洲。际日本战中华，下午6点30分在台中洲。际 A 组赛程，两日墨西哥时间荷兰战美国，多明尼加战墨西哥，3日多明尼加战荷兰，墨西哥战美国，4日美国战多明尼加，荷兰战墨西哥。世界十二强棒球赛预赛 A 组赛程图，世界棒垒总